农委会今天公布，讲过去这八年，这98%的这林地火烧拢是人引起的，即阵嘛要清明陪崩，林务局那特别来呼吁讲，卖乌白来收金纸，也是等烟塞，较袂引起火烧。为了拍化中华的林地火灾，村落来火，消防员只好冒生命危险，伫街边拍火非常危险。因为台湾遭遇56年来上大的恐慌，农委会林务局2号举行记者会，公布过去八年来各有林地发生316件的火灾，其中3到4起都有125件占瓦四成，件数上侪县市是台中市、南投县甲高雄市。分析原因，达到98.1%的林地火灾都是人为引起的。里面有山老鼠的这个纵火，第二个是当地有工程啊不小心引燃的，第三个比邻的农地啊农民在烧垦啊或烧垃圾。另外呢，扫墓，那扫墓其实现在才要进入旺季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。因为当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4月是中南部的野火较会发生的季节，后礼拜就是清明连假，农委会也呼吁民众扫墓祭祖，千万唔通乱夹金纸，也是乱弹粉塞，以免引起火灾。那清明节的话，大家会烧。就是扫墓会烧那个银纸，那这类似这种可能引起火灾的这一个情形的话呢，我们不得不小心。林务局强调，根据松林法，松地放火者相关会当处10年徒刑，并且需要负起民事赔偿责任。计划火烧者每案相关会当得到10万的破案奖金，经济重大会当提悬到100万。也强调，每一摆的林地火灾拢需要动用大批人力进行移火拍火的动作。拍火兄弟的辛苦，毋是外人会当体会，希望民众同齐来协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